演员白鹿近期与演员任嘉伦合作出演电视剧《周生如故》，而人气攀升，还被誉为新一代陆剧女神。白鹿表示，这部剧的剧情很让人心碎，而拍摄悲伤戏份很有挑战性。光是在24集的内容里，她只有30场的哭戏，比如被迫嫁给太子、准备跳楼殉情等。因为太投入情绪，需要花不少时间调试心情。其中一场戏里，任嘉伦为天下牺牲后，她甚至哭到拍摄结束，眼泪依然止不住。白鹿坦言，自己因出演这部剧，已经流光了这辈子的眼泪。虽然在剧中饰演悲惨的角色，但他在片场依然开朗活泼，与任嘉伦在合作过程中也相当愉快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白鹿在剧中出演16岁的角色，坦言年龄差距让他有些尴尬，更自嘲脸皮要够厚才行。但他精致的外貌获得网友们大赞，出演少年角色也毫无违和感。